十、九、八、七、六、五、四、三、二、一，点火，点火。140.22分3.2秒，动五拐毫秒。140.22分3.2秒，动五拐毫秒。阵地摇放信号正常，程序转弯。文昌光学雷达跟踪正常，摇放信号正常，文昌飞行正常。110跟踪正常。317跟踪正常。文昌光学雷达跟踪正常，遥测信号正常，文昌飞行正常。阵地112跟踪正常。阵地315跟踪正常。文昌光学雷达跟踪正常，遥测信号正常，文昌飞行正常。看到这个尾翼还是非常亮的。阵地315跟踪正常。哎，有一些小的碎片是吧？这个现在火箭正在穿越大风区，就是我们317跟踪正常。一些这个火箭外壁的这个漆啊，漆对脱落，可能主要也是助推器上的漆。对。现在我们这个画面也是通过光学长焦拍到的。对，这个是不是现在在如果拿肉眼观看应该是看不到的已经？肉眼应该也还能看到，但是它那个零水3901跟踪正常，很长的这个尾烟、文昌光学雷达跟踪正常，遥测信号正常，文昌飞行正常。现在还是文昌的遥测点来公布的正常的信息通报。对。目前助推器还在奋力的工作着。西沙3113跟踪正常。现在已经是不同的测控点开始跟踪我们的火箭的飞行情况。对，西沙也报告正常。可以看到中间这个助推器关机，助推器分离。哎，助推器成功。好，助推器分离。助推器朝四个方向。阵地112跟踪正常。文昌光学雷达跟踪正常，遥测信号正常，文昌飞行正常。这个时候是火箭一级还在继续进行推动，对，它还有工作，还有5分钟。我们现在看到是整流罩内部的画面，摄像头，对，所以上面应该是整流罩，下面应该就是咱们的问天实验舱，对，静静地待在整流罩里面。西沙424跟踪正常。其实整流罩它的一个重要作用就是要防止在发射过程中各种气流对我们试验舱的一个影响。对，气动载荷，我们称之为这个头等舱。头等舱。对，哎，好了，好，分离了，成功分离了。我们听到测控大厅里面一处响起的掌声哈。所以这个时候，问天实验舱已经是暴露在太空中了。对。零水3901跟踪正常。这个飞行高度大概已经在100公里以上了。但是我们的火箭还是在继续的冲刺。对。我们把长征5号B称为是一级半火箭。对。那半指的是刚才那抛落的四个助推器。助推器。这一级就指的是现在还在正在进行推动的这样一个火箭。对。文昌光学雷达跟踪正常，遥测信号正常，文昌飞行正常。
我们现在看到的视角应该是在实验舱上拍到的，从火应该是从火箭还是火箭的朝实验舱在拍摄的角度拍摄。嗯，看到下边那个正中间的是空间站的两个发动机，就是竖的像杯子一样的这个。哦，这是两台发动机。嗯，零水3901跟踪正常。左边的这个一道光影是地球。啊，对对，地平线。对对，地平线。这个景观也是非常美啊。嗯。我们发射的这个阶段正好，好像太阳光也很助力。它是从我们这个视角来看，可以把我们的飞行器照亮，也可以把地球的这样一个边缘照亮。西沙4024跟踪正常。现在火箭的一级推进器还在继续工作，稍后是要进行分离。对，稍后就是一级发动机关机和舱键分离，就这两个动作。文昌，从刚才的画面看，策划大厅里面文昌雷达跟踪正常，遥测信号正常，文昌飞行正常。接下来我们要期待的一个重要动作就是发动机关闭，对，然后间隙分离，对。整个这个过程大概需要8分钟的时间。那之前我们发射很多的航天器呢，都是以它的太阳能帆板展开作为一个发射阶段任务的结束标志。但是今天可能我们的问天实验舱会有一些特殊，因为我们的太阳能帆板不会那么快的完全展开。刚才我们给大家介绍的时候也说到了，张总，为什么就是他这一次的太阳能帆板设计是要分阶段打开的哈？文昌雷达跟踪正常，遥测信号正常。第一个呢，就是咱们这次刚才主播说了，咱这次的太阳能帆板非常大，非常大，要把这么大的帆板装在这个整治罩里边，所以它必须得采用一些新技术，所以这次用的是这个柔性的太阳电池翼。这柔性的太阳电池翼就不像刚性太阳电池翼那样，就红皮一解锁，它就靠弹簧就展开了，它需要靠电机。一节就要往上送，所以这个过程比较慢，给它撑开。对对对。第二个呢，就是因为这一次这个帆板太大了，所以在交互对接的时候，因为对撞击的这个冲击的载荷还是比较大的，所以呢，为了降低对这个帆板的冲击，在交互对接时候冲击的影响呢，所以刚开始的时候把它展开这边不把它全展开，减少对接冲击撞击的这个对帆板带来的损害，对接以后再把它全展开，因为这个时候也不需要那么多的能源，因为载荷系统都没工作，所以这样的话也都是匹配的。应该快了，快了。嗯，从这个画面呢，我们感觉到整个一级关机发射过程好像似乎很平静。现在已经是关机了。舱键分离。好，终于关机了。对，这火箭的任务就完成了。舱键分离。好，我们看到火箭现在离我们远去了。